白天的钟情侣，街道上散步的长辈，推着资源回收车的老人家，街道上的风景，曾经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风格。对比夜晚繁华热闹的夜市，这里却是一处你无法想象的幽暗角落。砖造建筑、铁皮屋瓦、各色铁窗冲刺，破旧的南机场公寓过去也曾风光一时。1964年，公寓落成，1264户正式进驻，堪称是台北人心中最高级的国宅。但经过半世纪演变，却成为最弱势的地方。我们社区有将近1500多个长辈，我有3000多户，我有中低收入户超过将近300。老旧社区迟迟等不到改变，6000多个居民，超过65岁的就约有1500人，当中有100多个是独居老人，再加上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者，说这里是台北最老的社区，一点也不为过。在乐活园地里，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与晚上，里长在这里摆了餐桌，由乐活园地的厨房提供餐食，让社区里还能够自行走动的老人家自己来到这里跟邻居们一起共餐，走不动的就由里内志工送餐到独居或是行动不便的长者家中。而来到乐活园地里共餐的长辈还能够量量血压，追踪自己的健康。而长辈的用餐食物内容也是经过特别安排，里内卧床在家无法走动、牙口较不好的长辈，会由志工到邻近的和平医院收取专门的餐食，而一般的长辈则分别到乐活园地及书屋花甲叙食餐厅用餐。我们社区里面的老人服务的三个特点，餐食的照顾分了三种，一种叫送公共，所谓的送是送到家，有些卧床下不了楼的，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跟晚上我们会送。是。那供应的供，还有走得动的长辈会自己来拿。那现在供应的供，我们在书屋花甲，刚才看到有那台车子，第二台车在推的那个是到书屋花甲，有一些长辈会在那边吃饭。供应的供，供。那供的部分就是在这里吃。啊，共餐桌，那40个长辈会在这里吃饭。哦，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送公共，送公共，送跟公，我们都是有独居长者，有到私人，有低收、中低收的，还有巴士量表达到一定的标准的。那这些长辈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跟晚上，我们会送到家。菜色就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的志工，等一下我们的志工也会骑摩托车去和平医院把一些餐带回来。那个和平医院的餐带回来的重点在哪里？因为这些的餐食，很多长辈卧床是下不了楼，这些长辈他的牙齿不好，咀嚼能力不好，菜要剁碎，菜要打稀，这些属于特殊的餐，特殊的餐是由医院帮我做。还有一些长辈是一般的餐，送到家里有一般的餐。那这些餐就是我的厨房，我有一个中央厨房做不一样的餐嘛，因为他这样子才对他有帮助。除了开了这间叙食餐厅，里长也早在开餐厅之前就募集了物资，把食物与物资分享的概念融入在经营理念中，开了一间社区型食物银行，让需要的人自己来拿他所需要的东西。那这里面的经营的方式就是跟很多的好朋友，有公司有行号，现在甚至我们跟家乐福合作，家乐福基金会合作，然后买一送一的概念，很多人会去家乐福买很多日常用品，罐头咧，他可能3-4罐包成一罐，可是我家里人口少，可是常常吃到生活做一罐两罐放在放好久没吃，可是我在买好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一罐两罐分享给人家？在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里，里长定期到卖场内收集爱心民众捐赠的各式商品与物资，以共享的概念，卖场将募集到的资源分享给里长，里长再分享给里民。食物银行的会员对象的话，主要有分为就是里内的低收入户，那还有像是区公所或者一些社福机构社工所转介过来的个案。对，那这些个案他们只要转接过来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接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帮助。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类似
一些急难个案。对，那这种个案他可能是平常是跟你我都一样，都是有工作，对，那家庭是美满，那可能他是可能是突然发生什么重大急就是事故，让他们家里顿时间就是少了一个经济支柱。对，所以我们也是食物银行给予他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帮助。弱势里民每月能得到500点的食物银行点数，得以兑换所需要的物资，也能够为礼尚服务，以劳动换取点数，让爱心食物银行用循环的方式延续共享的初衷。爱心更没有限制里民的居住范围，只要需要帮助，里长都愿意帮忙。这个就是我们的存折，那我们的存折就是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转换成条码，那条每一个人都有500点，那500点南机场信物上所有的食物、所有的尿布，像尿布外面一包是卖400块台币，我们大概100块，那这些的东西的价钱是我们的外面的市价的1/3跟1/2的价钱，所以每一个会员我们每个月给他500点，他在南机场可以食物银行可以领到1500到2000块的市价的东西，那这个概念就是说，让需要的人自己来拿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人可以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不再是里长只能送白米。90年开始的送餐服务，因为看到里内太多独居长辈在家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因而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区老人服务系统，从送餐、供餐到共餐的多元服务过程中，经由志工的送餐服务，就近关怀老人家的状况，掌握独居长者的健康状态。我是民国90年开始送餐，第一个便当开始送，民国94年开始做客服，90年会开始做送餐，最大原因是因为那一千年很多的长辈死在家里，孤老没有人照顾，看到太多的长辈在家里没人照顾，然后从开始做送餐，所以发展成送公共。里长笑口常开，他真的人很好，很照顾这边的里民。嘿，是我要给他双手按赞，可以按4个，我也给他按10个。从小就在南机场长大的方和生，当了18年的里长，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让他深刻体会，若能够为社区做点什么，不管花多少心力，他都愿意成为那一个让社区发展更好的一份子，为幽暗的社区找到一道充满希望的曙光。这里面的长辈，我们会透过一个模式，就是让健康的长辈来照顾不健康的。有些长辈他坐下去以后，他起来就很不方便。那他会有其他的长辈帮他打菜，啊，我们是互相帮忙这样子。同样位于南机场的中树社区，有别于中情里的多元关怀，这里则是有一群年轻人呼朋引伴，集思广益，结合自己的长才，在同样是过去最先进的整间住宅里，用不同的形式为社区里的老人打造一个温馨的共食餐桌。位于南机场的中树社区，过去城市地方上热闹活络的市场，50年前堪称是最新颖的整间住宅，如今随着时代变迁，这里的生活步调似乎渐渐慢了下来，成了一座城市里经常被遗忘的角落。人口老化，年轻人渐渐搬了出去，社区里剩下老年人口，也让社区慢慢的失去关注。那时候这个房子差不多50几年是算起来是最豪华最漂亮的，他们来拍电影啊，那现在是东西都脱落旧了，而且我们地下室以前是非常热闹。角落的收音机响起，地下室的空间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一群年轻人，投入时间与精神来到社区里，成立了南机拌饭社区营造空间，呼朋引伴，透过网络资源连结，借由举办讲座活动，甚至下厨煮饭送餐给社区里的长辈们，身体力行来融入社区，让老旧的社区多了年轻风味。团队的人其实是大家各自有关心的议题，然后我自己对于社区经济这一块怎么实作很好奇，那团队大家也有人也认同这个理念，或者是也想要经营一个空间，经营一个厨房，或是经营一个在社区中的维修中心的店。对，那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合作，然后就是写了这个案子，然后进来这个空间做经营。
来自不同社区的年轻人结合社群团体，举办各种课程，凝聚向心力。透过网络与活动的连结，让本来在市场里经营鱼浆批发的林大哥，发起了一个挽救剩食的募集活动，而后也成为了这些年轻团队举办共识厨房的食材供应商。当初是一摊两摊这样子慢慢的捐，他们因为他们的东西到中午，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半天的，他们到中午他们也是倒掉，也是倒在回收桶，与其倒在回收桶，那倒不如就是给他们弱势团体使用。桌上摆满了青菜、地瓜叶、胡萝卜。下午三点，一群平均不到27岁的年轻人各司其职，有的切菜，有的备料，有的准备烹调。看似厨艺教室的空间，发号司令的就是人称阿勇的女孩，也是长期关注社会议题、促成共识厨房的主要角色。我们有成立一个团队叫人生百味，然后主要是在就是关注剩食议题，然后还有资源再分享，以及就是希望能够让街头更敞开，变成一个更舒适的地方。对，就是体贴在街头上生存的人，像是街卖者跟无家者，就是卖口香糖、玉兰花的人，然后还有睡在街头上的人。然后之前的话是用食物的方式去跟对方一起吃饭，然后就是促进交流。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作为基地的场域，对啊，把它跟就是小白屋，然后一些就是友好的团队一起连接起来，然后希望能够就是把一些计划落地生根。因应近年来全球关注的剩食问题，年轻人将这样的理念落实在共识厨房，从关怀人的理念中也重视环保。他们跟市场摊贩合作，将卖相较差的青菜收集起来，变成了共识厨房的材料，让还可以食用的食材再度延续生命，也促成了社区里独居老人的送餐服务。我自己本身是刚开始是不能接受那些东西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说看过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我自己刚收回来，我们觉得说那些东西是烂掉了，应该丢掉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办法把它处理到完全都看起来像跟刚买回来市场新鲜度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刚好让我觉得说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说东西真的是不可以浪费，那些东西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好好的珍惜它。社区里看见长辈们拉了椅子惬意地坐在家门口，仿佛置身在乡间的生活，感动了年轻人的心，因此组成了团队，在社区种下种子，慢慢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活动，借由活动的目的来关怀社区里的长辈，社区再现生机，重新展现它最美的风貌。里长也和年轻人一起参与活化社区。南基拌饭这里很常会有活动，那有活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剩余的食材，那我们会在隔天或者隔几天的时候去把这些食材去重新做一个料理。那更多的食材来源其实是我们有认识菜市场的伙伴，那菜市场伙伴他们会非常热心的提供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做食物共享，并且提供给有需要的不论是长者或是无家者的时候，他们是很愿意把自己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精挑细选之后可能会认为顾客是比较不会直接购买的食物，是提供给我们去做再次的料理的。排成一列，大家各自把手上的便当准备好，你盛粥，我打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这些要送给社区里行动不便的长者们享用的送餐便当。举办共识厨房，让还可以食用的蔬菜经过烹调变身成为一道道美味料理，也成为年轻人关怀社区里年长或是行动不便的长辈送餐的另外一项服务，让食物达到不浪费的目的。而这群年轻人在过程中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需要社区长辈们帮助的一份子。长者或是其实如果他不一定是完全的行动不便，如果他会希望来到这边一起帮忙，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在做食物分享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妈妈或是婆婆就是下来，然后切刀动的速度比我们快很多。对，其实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在厨房这个场域里面才是这些妈妈就是比我们更厉害，我们反而是需要受到帮助的一群人。除了开设共识厨房，这群充满热情的年轻团队还邀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开办免费家电维修的服务，让在地的长辈们可以把家里坏掉的电子产品拿到这里来，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因为之前在学校，我们学校的那个社会服务团也是
到那个山地部落去帮人家修电器，然后那也有一次刚好来这边，看到他们有在就是做社区然后活化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说看可不可以想要在这边也做一个，因为他们在那个师大那边也有做类似电器维修的部分，然后就问我说看我们有没有空，就是礼拜六来一个月一次，然后帮这些在地居民做一些电器维修。透过修缮家电的服务，其实只是为了跟长辈们的相处互动种下一颗种子，等待每一个拿着家电来到这里维修的长辈们感受到年轻人相处的那份踏实，才是他们期待看见从社区里开出的美丽果实。跟他们在一起相处都不会有那个陌生或者有距离，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也许感觉还比自己小孩还亲切，因为自己小孩结婚了嘛，哦，那也是很少见面，可是每个礼拜固定来跟这一群年轻人见面，心里觉得很踏实。而说到剩食再利用，钟情里的做法就更贴近社区，从小朋友到青少年，还有最重要的老人服务，这里全都包办。打从青少年的国中国小客服班到九十岁的长者，都能享用到里长精心安排的剩食餐点。我们这里南机场比较弱势，可是我们想表达的是说，南机场虽然弱势，可是我们的服务这些网络是别人比不上的，有志工，有厨房，有厨师，有老师，那我们可以发展成不同的面向。位于中正区的钟情里，社区里共有3000多户，其中有1000多个长辈，超过300户的中低收入户。当了18年里长的方和生看见里内需求，因此积极寻找资源，办活动，写计划，募集爱心与物资，在里内开设乐活园地，把社区里老的小的全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所认识的里长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对，那就是他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很鸡婆的干涉这些事情，但很多事往往都是因为有里长他的接触之后，才发现到说其实真的社区有很多的这样子，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需要被帮忙。除了在里内乐活园地提供里内长辈送供共餐的服务，走得动的长者来园地用餐，走不动的就由南机场乐活厨房每周一到周五提供餐点送餐到长辈家中，更结合周边邻里一起将长者共餐服务对象扩大。那南机场的乐活园地我们还有叫共餐，大家一起吃，我们有5桌的老人中午在一起吃饭，那现在有我们的南机场幸福厨房做出来餐点的供应，那现在目前为止共餐的服务除了钟情里，我们还有隔壁的永昌里跟南门里，这个3里都在一起做着共餐的服务，用我们的厨房煮出来的餐点分享到隔壁2里。为了照顾老人，里内所提供的服务不只是单纯因为服务而生，而是希望借由里内的各种社区活动，让长辈能够走出家门来动一动。对于照顾这一块，服务长辈到，希望长辈除了不是给你一个饭吃，而是希望你能走出来，然后参与社区的活动。照顾里民需要资源，每天煮饭需要的食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好里长脑筋动得快，找来卖场合作，将卖场里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全部整理起来，开设了全台第一家畜食餐厅。南机场其实它是50年前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新社区，它可能是台湾第一个有抽水马桶的社区。但随着时间过后，50年后，这个地方的社区它已经变得老了，住在这边的老人家很多。那很多老人家还有地方住，但是他的生活是不 OK 的，他可能独居，他可能有生病，很多不见得有家人可以在旁边照顾他。所以方里长就肩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照顾这些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数3、2。恭喜竹花甲畜食餐厅开幕，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给我们的祝福，相信经过畜食餐厅的开幕，可以让帮助更多需要食物的朋友。由卖场提供支援，结合里长的服务，在社区内开设的畜食餐厅意义深远。除了免费提供食物给民众的食享冰箱，
在这里，只要需要食物的民众都可以来这个食享冰箱领取还可以吃的食物。那我想再透过食物的珍惜，珍惜食物的这个概念，我们社区有将近1500多个长辈，我有3000多户，我有中低收入户超过将近300。那我想，我可不可以把一个冰箱放在外面，透过干净，每一个东西我们都整理过，标明日期。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于105年9月5号哪一天分享给你？希望你在哪一天用完。最重要就是冰箱，透过跟家乐福的合作，那共享冰箱的概念。名为书屋花甲的叙事餐厅，还隐藏了延续里长照顾飞行少年的理念。从书屋咖啡，里长把自己的儿子拉过来教学，为里面的青少年开课，学习专业的手冲咖啡，让原本对未来充满疑惑的他们找到兴趣，还能够在餐厅里为长者服务，形成良好的互助系统，也完成了孩子们的咖啡梦。里长这边的话，大概花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前面的话就是从完全不知道咖啡到了解咖啡，跟里长这边的话是先认识了他儿子，那他儿子是我哥哥的朋友，后来是因为我哥的关系才知道咖啡有多好喝，那来他这边就是多学了一些技能，也加上我之前也是不知道之后要做什么的迷糊青年，那到这里我就知道我之后要干嘛了。在餐厅里，这些年轻小伙子们除了学习煮咖啡，也成为了一个种子，带领其他的同侪一起学习，变成一个训练班，辅导更多青少年考取国际咖啡师认证。我们这一间取名书屋花甲，我们最重要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提供给年轻人，他可以来学习咖啡。那这个咖啡厅的飞行少年的梦工厂，那这个吧台，这个装潢，这些设备，我们就是用原车考证照的概念，你开了一台去驾训班学那台车，你是用那台车去考证照。那这个书花甲这个咖啡厅也是用这个概念，你在这里学咖啡，你就可以在这里取得英国商会咖啡师认证，让这群年轻人在这里学咖啡也可以取得认证。让孩子们学习餐点煮咖啡，形成了多元的互助系统。在钟情里的书屋花甲叙事餐厅里，让年轻人所学到的餐饮烹调应用在中午时段的老人共餐服务里，一方面提供年轻人练习的机会，一方面打造出一个独居长者的幸福餐桌。透过家乐福给我们的物资，或一些善心人士给我们的物资，我们经过我们的厨房整理，我们再拿出来，结合了卖场的资源，让本来要被丢掉的食物可以再生。里长跟志工每天把卖场拿到的面包经过处理包装，贴上赏味期限，就为这些食物找到了新的出路。透过这些像是我们看起来它可能外表不好看，但是它也可以被食用的这些东西，它可以变化成另外一个餐点，或者是让一些像我们有个分享冰箱，让一些需要食物的人透过一个一个的分装之后放在分享冰箱，提供给需要食物的人一顿的餐食。他有开图书馆、开咖啡店、开银行，很照顾这里的里民，包括长者啊、独居者啊，他都很照顾，真的很忙，真的很不错的一个里长。